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我们拉风汽车产品介绍。今天我介绍的是什么？是 Bobby 无人 Buzzer Cube， 这是适合两岁或者是两岁以上的。OK， 那我们来一起来开箱。当你给我们购买这个无人 Buzzer Cube 的时候呢，会有这一个产品，还有一个拼图参考卡。OK。这是适合两岁或两岁以上的，然后里面是这样，看吗？还可以拼啊，每一个系列都不同啊，因为这有四个系列，然后这里有交通城市款、动物森林款、蔬菜水果款跟农场的款。OK， so 我们一起编。OK， 啊，这个是这样编的。OK， 它是可以这样编的。OK， 我要变成两飞机，这是城市款啊。哎，就变成飞机了咯。So， 它还可以变的，哎，它还可以变的，看到吗？哎，它可以变的，它可以变成这样。啊，这个是消防车，还可以变成警察车。警察车啊，这个就要这样转。OK， 这就要这样转警察车。OK， 啊，警察车。OK， 所以它可以变很多很多种。OK， 它可以跑这个的，每一款呢可以变成六种。OK， 总共可以变成六种。OK， 啊，我们这个是 Safari Transport。跟啊 ，fruit 跟 farm，OK，、okay， 总共有四款啊 ，OK， 这个呢是 100% 全木，而且它的颜色是没有东西的，所以可以让你们孩子安全的使用 ，OK， 啊，包括这个底盘也是木的哈，啊，这个可以帮助你们小孩子什么呢 ？OK， 那我们来一一跟你讲 ，OK， 第一可以学习到颜色 ，OK， 第一可以学习到颜色，啊，第二可以学习到 object 的名称 ，OK， 每一款 object 的名称他们都可以学习到。然后三呢，可以让我们知道每一个 object 它啊可以来做成什么 ，OK， 就是它的功用是什么 ，OK， 这个 for 这个啦，我讲这个啦 ，OK， for 警车是做什么？是可以来抓坏人 ，OK， 飞机是什么？飞机是可以来载人，啊，taxi 是可以来做什么？啊，载乘客，啊，所以这个可以给我们知道哦，每一个啊产品的啊每一个图案啊他们的那个。功用是在那里 ，OK， 这个警车是什么？这个东西是什么 ，OK， 给他们知道这个 occupation，OK，occupation，OK，、okay? 所、okay? 以给他们知道职业哦，啊，所、so, 以也可以知道动物、水果跟农场里面的动物 ，OK， 农场里面动物有鸟啊，有蜜蜂啊，有青蛙，有小狗，有鸡，有奶牛，啊，所、so, 以可以学到很多咯，啊，所、so, 以这 100% 是全木的，所、so,啊，它颜色也是没有东西的。OK， 所、so, 以我们今天呢，我们产品呢就介绍到这里啦。我们总共四款 ，OK， 有 Safari Transport Fruit 跟 Farm，OK、okay?。所以，我今天介绍就到这里，谢谢你们收看。